是鳝鱼。对啊，对，我们在买鳝鱼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好像是应该选活的哦。应该选活的。嗯、那么家里面加工的比较麻烦、嗯，也可以到市场上选已经烫好的、划好的鳝丝。哦，就是哦，有给你处理好的，马上带回来的。对对对对。那改刀会形成什么样的呢？就是这样。对，还有肚腩部分，当然我们今天选用的都是背，脊背部分。啊、哦，脊背的、那个。这个菜的原料要求，嗯嗯，都是脊背。另外呢，这个菜呢不改刀的，就是这么长就这么长。哦。吃起来又滑，像个面条一样。嗯嗯嗯。所以叫软刀，又软又滑。哦，是这个对样子、嗯。对对对，不需要刀工再处理的。那就是肚腩那一块我们可以再做别的汤啊、对对菜啊什么的另外做菜好的好那今天我们是选择脊背上的肉那这样吃起来呢这个口感就更好对更统一哈、啊、嗯嗯这里呢有两个比较香的一个原料就是配料、嗯、韭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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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什么都好吃我觉得韭黄炒肉丝都很好吃好吃的嗯这是蒜泥蒜泥唯一的那个就是要加蒜配料、哦、对配料还有呢猪油这猪油呢一般不大食用了，但是这个菜呢、嗯、必须用猪油，啊必须。为什么？比较香，比较滑。哦。那传统的做法就是要用猪油。对对。那平常我们要是没有这个，可以用其他的油代替。可以代替，但是口感可能要稍微差一点。最好是加一点这个啊。对对对对嗯，好的。嗯。好，那么我们现在两项工作要做的，嗯、先烧水。好。要漂烫一下。哦。到软兜。这个不是刚才它入锅的时候已经烫过了吗？烫过了，我们再烫一下。改、okay, 刀、之后要再烫。对，这个菜呢是不是煸炒的？嗯。我们先锅里面加点料酒，加点料酒，料酒再去去腥，汤水，要热水，清水啊，清水，清水煮开，撒点好了，加点胡椒粉，好，这煮开，同时呢，我们这里配。料汁，这个呢，这个菜呢是爆炒、嗯，烫好了以后就对汁芡，我们要对好碗芡。那么碗芡里面有什么东西呢？盐，一点点盐，白糖，白糖呢量比较多一点。嗯。小勺可能看起来蛮惊人的，七八勺啊。哇，放这么多糖！哎，但是吃起来不甜的。那我们要是一斤鳝鱼的话，需要加多少糖？一斤鳝鱼啊，嗯，应该在50克糖吧，嗯，50克糖。这个做出来是个什么口味的菜？咸鲜带甜，带点微绿味，带点甜味，酱红色的。放这么多糖，啊、还是略微带点甜？对对对对，加点鸡精，胡椒粉要重一点。对，胡椒粉要重一些。对，做鳝鱼菜胡椒粉要重一点。好，为什么呢？要加什么味儿吗？哦，去腥，要去它的腥。好，还有料酒。嗯，料酒。对。那这道菜呢，其实那个去腥非常的重要哈。对。因为我们看到它在焯水的时候，或者是在调它的汁儿的时候，都会加一些料酒进去。老抽。对。上色。上色。颜色比较呛。嗯。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调好的料汁里面呢，加上一勺鲜鸡汤。水淀粉。加一点水淀粉，这是调，就是经过调味的一种芡汁是吧？对对对。嗯、好。刚才呢，我们是在锅中加了水、料酒和胡椒粉。好，开锅了。然后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鳝鱼丝倒进去，烫一下。嗯，这个步骤呢，就是给这个鳝鱼丝给断生啊。对，继续断生。让它捞出来的时候就成熟了。对对对对，稍微煮沸。看来之后呢，这个炒制是时间非常的短。对对对。那如果不是汆烫，而是直接下锅炒，那比较老。哦、口感就不好。对对对对。嗯、我们看看来，汆烫到什么程度？刚开锅。嗯。就捞出来。在开锅了之后。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捞出来的时候呢，哎，整个的这个肉质啊很有弹性，对，表面的皮呢也很紧实了。那捞出来就行了，不用再过凉什么的。不用不用，就拿拿上来盛菜。好嘞，哎，我们刷干净锅之后呢，热一下锅。接下来我们看看，哎，刚刚提到的这个猪油哈，嗯，这个呢是给这道菜增香的。对。那传统方法呢是应该用猪油的。对。烧冷。换鸡油行不行？嗯，口感也是比较不够理想。哦。猪油最好。好，炒香了，蒜泥，蒜比较重一点。炒出香味。好，闻到香味了吗？嗯，真是一股浓浓的蒜香味啊！我在想，本来我以为只有山东人爱吃大蒜啊，淮扬菜这个炒香了就没有剩饭的味道了。嗯，淮扬菜这个放的蒜也不少。韭黄。啊，现在把韭黄放进去。也炒出香味。放个鸡蛋，韭黄炒蛋。我平时都是这么做，今天学了之后又多一道菜。对，炒鳝鱼的。嗯。好，刚有个转身，刚转身，把鳝鱼放进来。嗯。接下来我们就放我们的碗芡。嗯。把它炒匀。因为底下还有一些糖啊，没有化开。现在我们把这汁儿全都倒进去。对。这个就要急火快炒了，是吧？对。嗯，这是很关键。哎，好，要不停的搅拌和这个翻动哈、啊，不然就粘锅了。我们得猪油。好。再浇进去一些油。猪油，热猪油。嗯。我们看到这个酱汁呢都已经均匀的裹在了每一粒这个料上，每一个料上。好的。那这个吃完了之后是不是要求这个见油不见酱？对，这个盘子里是来。好、嗯、好，这就是今天呢王大师教给我们做的淮扬菜韭黄炒软兜，让您学会了。